我们家乡村庄旁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荒池，这个荒池长了很多的芦苇。每年的这个春季，每年的秋冬之际，有很多各类的鸟会聚集到这个湿地，这是有机会呢和这些生命呢去零距离的接触，观察他们的神态，他们的习性，很自然的把它的形状画出来，有心而生的。我们家乡是在河北农村，我们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都是乡下人。我小时候画画嘛，就是一种兴趣，就是老母亲的影响，就看见什么画什么，拿着什么就想去表达，怎么把它记录下来。工具也很简单，糊窗户的纸，然后呢这个铅笔，买的铅笔，拿块橡皮啊，画不好的涂掉，再重新画。然后呢，铅笔画完之后，更讲究的拿钢笔或圆珠笔描起来。我母亲就这样，她就是用铅笔画，铅笔把这个花样子、各种动物画出来，画的小鸡儿啊、啊小兔子啊、啊牛啊、羊啊、马呀、啊、等等这些小动物，但是画的呢非常可爱。我印象当中，我母亲最喜欢的就是在小动物身上，她要画一个小图案，圈的图案像风轮一样。我们当地人呢，光它叫旋儿。两张，它两张小画，你看，这两张小画，这是画的，拿钢笔画的，没事画的。你看这小人画，你看，造型多质朴，天真质朴，有童心。老太太有童心，这是她给我小孩做的小猪鞋，没穿过，原先在我们家放着，你看就这样放着。她用的各种颜色布料，颜色对比非常明快。你看旁边还有小花呢，你看这边也有小花，不同的小花，耳朵、眼睛、眉毛，这个眼珠、鼻孔，那个鼻孔是黑颜色的等等。猪在中国传统当中象征一种福气、和谐啊、健康，它的寓意非常深呢。在这个母亲去年去世不到一周，我把老母亲安葬之后，我就回到北京，我就画了一套册页，就画了母子情，根据小动物表达的母子情深。因为我喜欢猿猴，母亲的那种归顺善良，就像我小时候跟绵羊在一块儿的，绵羊它特别爱自己的小羊羔，走远了它要叫几声。我们说的呼唤，然后呢护着，从绵羊身上我感觉到一种母子那种厚厚的一种情。那这个册页我就借绵羊寄托于母亲，把小猴寄托于我，然后这个两个动物之间感情的这种交流画了一本册页。在我的绘画当中，描写母子情的题材非常多，往往都是一个动物领着几个孩子，一个老母猪领着几个小猪，
或者握在一起，都是有一种母子的关系在里面。我想一件美术作品感人的前提，首先要感动自己，这样你才能感动这个观众。绘画其实就是一种你在不同状态下的啊，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一种心态的一种表达。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改革开放啊，80年代，那时候呢，这个城乡有差别，差别还是很大的。一个普通农家的孩子，如何能从家庭这个困境当中跳出去？我想这不是我，是所有的农村的这个学子孩子们都有这个理想，就是怎么跳出去，就改变自己，这是一个最大的理想。我当时在《中学生》杂志看到篇幅很短的一篇文章，介绍的就当年的徐悲鸿先生画这个马能够寄托一种爱国的情思，非常感动。当时就想，哎呀，我要成为著名画家，要成为著名大画家。那有这个想，到中学生开始有。哎呀，那时候很小吧，老父亲他不让我画画嘛，老母亲就偷着支持。我那时候就知道有个天津美院。其实我当时写信的时候就写天津美院收，没写具体的。张卜森院长给我回信，不但回信还要帮助我，还要支持我。先生给我寄的一些书籍啊资料，老师告诉我怎么去学画，怎么去画东西，怎么画静的到动的啊，怎么去学习，它只是一种基本的方法，那怎么去做还得靠你自己。那时我在老家已经在我们的县文化馆已经从进行了专业训练了，素描啊，色彩呀、啊、色彩静物啊，就画那些东西了，速写呀、啊。当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当时带着这种心理，就是说我画不好，我不敢见他，不敢见他。所以到后来几年之后我再去见他的时候，他当时一愣，他就问我，你找谁呀？我说我找张卜森老师。他说我就是。他说你是？我说我是给你写信的谁谁谁老先生啊。一声他想起来了，他就让我进屋了，进入在他家吃饭什么的。所以说那是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面。见了张院长之后，张院长又极力指导我，就是从专业上让我怎么去更深的更深入的学习提高。我一入学学习特别特别努力，那是读了大量的书，比如说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绘画史》，还有郑卜昌先生的《中国画学全史》，包括傅抱石先生、黄宾虹先生的《画论》，那时候就读，就是一遍一遍的读，每天读，每天看，每天在思考，所以那时候就养成了注重理论。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只是拿笔去画，一定要有一种理论的思考，在理论思考的前提下再去完善创作，所以那是大学养成的。所以有时我就看古画廊道说，画画读书为先，就是你先去读书，你才明理，先明理你再去做，这也是让你不走弯路的一个前提。80年代中期到后来乃至到90年代，当时的西方现代艺术对我们艺术的冲击，尤其我们大学期间，当时的他们一种西方现代艺术在我们这儿展出的时候，当时我同学好多都特别激动嘛，
但是我没有，我真没有。那时我想给我读传统书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同学还有个争论，他们认为，哎，你这个思想过时了。当时我都没有听，我都没有被这些所左右，没有左右。看中国的古典绘画，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它都是有关联性的。这个关联就是你能从它那个时代的这个绘画当中能看到它上一个时代的影子，这就是一种传统，在传承当中，在继承当中的发展。我们看北宋的塞水画啊，这种深沉啊，博大悠远，萧疏。它的是延续五代甚至更早延续过来，甚至唐代，它有根，它不是突然间宋代形成塞水画的一个鼎盛时期，不是的。包括宋代的花鸟，它是一个鼎盛时期，但是你往前追五代啊，它已经形成了这种风格，这种风格都是慢慢慢慢的在不变当中的演变而成。我们的当代绘画一定要有传统的东西，传统的现代化、当代化，这是我们中国画家的使命。中国画所表达一种境界，其实需要的是画面当中的一种虚荡感，并不是我们的强烈的视觉的刺激。中国绘画讲究文人画，讲究画家所具备的能力，有文学的修养，包括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它是要求很高的。包括中国的书法，中国的文字而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的这笔法，一定要揉进我们的绘画当中，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征，书画用笔同法。比如说在我的这幅画当中，更多的笔法是借用了中国书法，比如说这个鹿子的腿和爪子，它这种线条的处理，包括嘴的处理，这是按我们中国书法用笔的线条书写的办法表现出来的。包括画的这些残败的芦苇，你看似轻松，其实我借用了中国书法当中的草书的笔法，轻松自如，轻描淡写，在这个放松的状态下，轻松的状态下，把芦苇的这种结构和它的姿态表达出来。
你时常在调整气氛和情绪，知道吧？它是有一种情绪的，在下面变了，是吧？一会儿就变了，构图都得变。丰富了，必须丰富。作为中国画家，能形成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最主要的是源于他的笔法的创新。这个笔法其实是人的一种情感。我善于用小笔画大画，就是很小的笔来完成大画。我想这也是一种笔法的一种探究和笔法的成果的一种实现。其实大画有时可能人们想到这种大笔，不是。小笔完成大画，恰恰就完成的就是你对于物象的细致的深入的刻画。在细致深入刻画之后，而又不失整个画面的这种整体感，那就需要墨色之间、线和墨和面之间的这种关系要处理好，就是营造了整个画面的一个整体境界，而不零散。所以这幅画呢，我感觉它的这个整个的通灵，这幅画形成的一个整体境界，我靠的就是这种沙滩。你看，沙滩其实是横的线，这个画面当中，啊，它是贯穿了整个画面，而这个几只鹿索恰恰是在这个沙滩的横线当中的几个点，也就是点线的关系形成了画面的统一。文人画首先要文雅，万明这绘画就是淡淡的、雅雅的，是真正的传统的早期文人画的画法。因为他对理论有深刻的研究，他知道这种画是他的画是文人画的源头，他这种品格当代是独出一格的。宋人谨而称，元人怂而潇洒，你这两个人融合起来，其实宋元之间也有宋的严谨，有元人的潇洒。这你前来都没有总结出来，是吧？还有你这个画主的，你也觉得画主，说明对这个农村很有感情。有感情，你看这现在这个展厅当中都是小时候的，小时候的风物、风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只有我们把读书和生活有机的结合，才能让所描绘的对象得到一种艺术精神的升华。童年少年在农村度过，而这点我特别庆幸，就是从小大自然当中的一花一草一木对我的这种浸染和熏陶。你看我的画面当中有动物啊，有人物，有花草，有草丛啊，什么都有，小蜘蛛啊，小羊啊，还有老牛啊，这些东西都是小时候一起伴着我们的童年长大的，有一种快乐感。你看这个是画的这小鸡儿啊，我们就为了不让它跑掉，就用一根小红线儿拴在它一个腿上，长长的一根线儿，过长的我们就钻口袋里，一个球钻口袋里，想让它跑远了，我们就把这个线儿松开，想让它回来，我们就缠。睡觉了，大概就留一尺多长，然后我们这个线头就压在我们枕头底下，等我们睡醒了之后，小鸡儿还在我们身前，有时偎在我们的这个脖颈下，这是我对这小哥俩的一个记录。我的内心呢，所追求就是一个真字，因为老百姓的生活，人民的生活是最真朴的，而恰恰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真朴。只有从我们平常的事物当中、事情当中，才能发现其真正的内美。我在画一些老物件的时候，我在画一些大自然的花花草草、飞鸟飞禽的时候、动物的时候，其实我从它上面感到一种生命、一种灵魂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所以说在描写它们的心情是一种真切的。最普通的生活，最普通的人身上，你会感到艺术当中最真切的一种感受。